美好的一天，从每日灵粮开始。早安，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。第八章讲的大部分都是在讲到食物，好，特别是吃祭偶像植物的事情。那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的是我们凭爱心不凭知识，四到八节讲到要凭知识是可以吃祭偶像植物的，而九到十三节更多讲到是凭爱心是不吃祭偶像植物的。那我今天挑选的是第八节，好，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，因为我们也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。好，他讲到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，就是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食物，人吃什么不能向神证明什么，也不会因为我们吃什么使我们的灵命变得更好。但是保罗接着讲，我们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。这个损跟益不是指身体上的，是指你灵命上面的，也就是你不会因为没吃什么灵命受亏损，也不会因为吃了什么灵命更丰足。所以鼓励弟兄姊妹留意。好，我发现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，他聚会前好还去吃大餐，因为吃了这个大餐所以聚会就要迟到了。所以到底这个吃你一定要拿捏，它不是，它是一个中性的，但是它不应该使你对于追求神上面受影响。同样的，他在这里讲吃祭偶像植物，我也鼓励你，好，虽然即使如此，但是我们是可以选择不吃的。那对于我们这些第一代基督徒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鼓励你祷告。当我今天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过去我们教会有一对姐妹，他们就觉得说他们没有办法不吃祭偶像植物，因为他的母亲好会非常生气，他们母亲是非常有个性的，好，所以即使这些姐妹们他们长大了，他们对于吃祭偶像植物他们还是很软弱，他们觉得没有办法。我跟他们讲说我们可以祷告，他说我们祷告啦没有用啊，妈妈还是会生气啊。我说你们试试看。好，那时候我跟他们讲的时候是刚过完年，听到他们在讲到他们没有办法，我说好不好，你试试看，你从现在二月开始就祷告，主啊让我明年你要来行神迹，明年你要来神行神迹，你就开始花一整年祷告。感谢主，他们花了这样的时间祷告，隔年他们竟然很勇敢的跟妈妈讲说他们不再吃这个。他说让他们讶异的是，他们的母亲竟然脸色不好看，但是并没有说什么。我觉得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花时间祷告，对于我们觉得很难无法得胜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你应该要花时间去祷告，求主给你智慧让你知道该怎么去面对，求主给你智慧让你知道该怎么去处理，而不是就觉得我没办法。好吧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借着这一章让我更多的明白你的心。主，虽然食物并不能叫我做什么，但是我为了你我愿意不吃，我为了你我愿意留意。主耶稣，求你来帮助我，主让我在这个食物上面我是自由的，但是这个自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。谢谢耶稣，谢谢主，谢谢主让我更多的爱你，谢谢主。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来祝福你，阿们。你有什么疑惑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会尽快的回复你，阿们。